卡。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娜塔莎。红豆泥的朋友们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有理财的能力吗？许许多多的人都很想要发财，不是理财。那可能有些人呢，对于理财呢，有一些奇怪的观念哦。我理财，我就可以发财。那这两者之间呢，在今天要透过红豆泥为大家抽的幸福卡来聊一聊理财跟发财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我来跟你们调整一下理财的正确观念。理财顾名思义叫做管理你的钱财。你要怎么管理你的钱财？第一步绝对是管理你的收支。那常常有句话叫做收支平衡。我有一个概念，你在管理你的钱财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既要过得舒服。你遇到你想要花钱的时候，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想要用钱的时候，你都是很舒服的。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原则叫做安全。这个钱花出去了，不会带来所谓的什么负债啊、卡债，那这都是不恰当的理财方式。芷英，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张？我选二。二这张牌。二，哈哈哈。好准哦，叫做旋转门。其实我每次呢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先在纸上写下重点。我写了什么重点呢？你随时都有钱，所以你根本从来没有机会啊去理财。哎，你好像不太需要管理，或是不太需要想说什么收支要平衡，你随时都有钱。那现在呢，哦，可能自己上班了，工作了，就有薪水汇到户头，或是妈妈搞不好也把零用钱呢汇到你的户头。哎，那个钱进了卡里了，你会用吗？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哦，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好，但至少你随时都有钱，你不会有那种用完的感觉。你也不知道收支要怎么控制。你可能啦觉得钱也不够多到你可以怎么样用。那怎么样可以多到那个情况，比较是你现在的烦恼。那就让你的银行账户的钱变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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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啦。你不知道怎么用，那就去买定存啦，至少那个利息会多一点。好，选二的同学哦，恭喜你，你是一个随时都有钱可以用的。但是更多的丰盛可能要等到你有概念的时候你再去创造。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选三的同学呢叫做奇迹这张牌。你们是天生就想利用理财来创造自己的财富的人。很多人啊对奇迹这个概念啊是很错误的哦。奇迹就是很轻松就嘣就有钱了，很轻松就成功了。那些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都是对这个成功的追寻，对这个事业，对这个梦想有那种深扎在骨髓里面的信仰跟信念。我就是想要朝向我的成功，他终其一生都在追寻求成功，就能够创造奇迹。奇迹类型的人呢，是从没有钱的时候就开始理财了，有钱没钱都在理财。你养成这个习惯，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富裕的人。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有钱没钱都可以理财的人呢？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等到你有很多钱，自然你的财富就会倍增。好，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来看一下。这张牌叫做贵人。其实贵人牌这种人，你天生啊你就是散财童子。你用在花钱上面的这种心力比你去管理你的收支还要用力，所以你有很多要花的钱。有没有跟人家应酬要花钱，送礼要花钱，打扮要花钱，跟朋友交流要花钱，做生意要花钱，你就有很多很多花钱的逻辑，花钱的地方，你怎么理财？选贵人牌的这种人，你们要意识到哦，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保险。什么叫安全的保险？这个钱花下去会不会动摇你的国本？那个钱花下去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安全？这个很重要。你可以当散财童子，很多人都会喜欢你，人家也会把你当贵人。万一有一天你钱花超过了，你有负债，你就不要抱怨那些你散过财的人居然不理你了，跟你划清界限了，
甚至那个人跟你借钱哦，你给他，你借给他，然后等你没钱的时候，你要跟他借钱哦，他反而不借你，不理你，你不能怪人家，因为没有人叫你要做散财童子，所以这件事情是你们要好好的拿捏分寸的。散出去的财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散财的分寸跟尺度是你们要学习的。好，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选一这张牌叫做土纳，土纳呢，它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月光光光光光光足，你就是把钱都花光光了，甚至花到没有可以花了，那你有什么财可以理呢？没有啊，你无钱可理啊。现在啊，是你要把自己赚钱能力、赚钱的力量好好的建构起来。就像有些人说，哦，我要去努力，我要去努力的时候，你身体不好，你怎么努力？当你身体健康，才可以去做很多努力啊。你的财务要健康，你才可以去理财。我会遇到一些朋友，他在没有能力的时候还在想着理财，反而会为自己带来无穷的压力。哎，我钱都不够了，我还要去付那些定存啊，还是储蓄存款啊，反而招来压力，你会很痛苦。把这个体质呢调整好，再来谈理财的观念、理财的方法。希望今天红豆你为大家抽的幸福卡可以为大家带来理财的新观念。金钱的世界你要把它管理到过得很舒服，没有压力，我很安全，这些金钱的花度花用都是很安全的。加油 go go， 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好好的管理你就会很幸福。拜拜。